们现在来到了普洱的国家公园，看到我身后这些小猴子和大猴子们。这里啊，有一点是比较吸引我的，就是可以跟小熊猫、小浣熊零距离接触，还有这种猴子零距离。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！干你丈人！这里能看到犀牛，你来看。哇！哇！哇！好大！好厉害！我好像是第一次看到犀牛，我也是，我应该在上海的时候，野生动物园好像看到过。很小的时候，两头犀牛。你站在那，你摸它的时候只能站在两侧，不能站在正前方。正前方它会顶到，你要先站这边，站到这边。哎，它有多大呀？它有八岁了。八岁，公的母的？这是公的。摸它，它不会动我吧？哎呦，软乎乎的，我还以为很糙的。这个脚能摸一下吗？能摸的，能摸的。只要是摸它的眼睛都可以摸。它算是温顺的吗？温顺的，在北溪里面，温顺的，温顺吃草的。前面摸一下它的脚。它的脚是怎么样？那样走了走了。我暂时不走啊。这里有几只呀？这里有七头，七头嘛，但是每天只能放出两头。或者三头四头，全部放出来它会打架。这里的七头犀牛它有血缘关系吗？还是？有点血缘关系的，因为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有三六七年，还没有生长。我摸它的这个地方，它有感觉吗？没有感觉。就跟指甲一样的那种吗？这跟指甲一样，就是指甲有多少银色素堆积而成的，这不是从骨头长出来，而是从皮肤上长出来的。喂，你好。他会吃瓜子啊？会吃的。会吐壳吗？会，应该会吐吧。哎呦，少抓点。哎呦，吃起来跟人一样。对。这么聪明啊？你怎么知道壳不能吃啊？做的哇，这个小手长得跟小孩似的。对。这里还有这么多呢。现在他们猕猴点猴子跑了。来，他这个算大吗？他现在成年了吗？他这个还算小的。他嗑瓜子的技术比我好。炉火纯青，哎呦，抓了这么一大把。黑眼圈，一颗一颗吗？这个好萌哦，封猴。这个点进来，人不是很多，可以跟小动物好好的玩，好好的拍照。猴子也太舒服了吧，跟大爷一样，跟你一样，躺在那里。肯定是夫妻吧，他们。旁边那只一个人在抓只哦，给他小孩子在抓，旁边那一只。这是年纪大了吧？他这个猴子品种不一样。你这只叫什么？红面猴。红面猴。哎，他们就是生活在这里的是吧？有的是我们救治过来的，都说是野生的，但是野生的很少会看到的，就很霸气的一个姿势，两只手撑开，这只双臂肯定很长，感觉毛摸起来应该很舒服，应该很柔软吧？哇，这个手真的是长，那可是长臂猿，双臂展开有150厘米。咬不动，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小声音。
我来看看，也不是很好看吗？这能不能吃呀？哎呦，他来放宝宝。我这里没吃的，没有吃的。你就让他看一看有没有吃的。没有，真的没吃的呀。上上来，上上来。哇！想什么呢？没有东西吃啊！给你，给你吃个屁！哎呦，没东西！这是我的，我的脚。什么东西啊？有狮子啊？看看吗？哎呦，哎呦，不要揪我的汗毛！我身上来了，你走啊！我来了，来了。大的来了，大的来了。那只也不大吧？不大吗？那只是最大的。啊，那只是最大的。云云，对了。害怕，上上来了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哎，它真的是这样，这样可以撑着走的。来找我，云云。把你的汗毛给揪掉。云云，那能不能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啊？喂。对，旁边一点。那是推毛。哇！哇！厉害厉害厉害！好帅！厉害厉害！上上。哇！这么棒。这。给我吃一点。你想得美。长臂猿原来也这么可爱了。掉了吧？不是，他故意扔的吧？我感觉。好了，一路玩过来了，我们是在去找小浣熊路上碰到了长臂猿。本身我不想跟他互动的，后来他坐在那里，我也不好拒绝。我是第一次，就是这么近距离，真的是零距离看到长臂猿，真的手臂真的好长啊，走起路来是这样子，这个手这样撑着。哦，野生黑熊的活动区域。这会不会有点吓人？应该也很难碰到，我觉得。旅行的小熊猫，它是介于浣熊跟熊科的科目。你下去出来了。出来了。哎呦喂！呀，吃慢一点。小熊猫，它有多大了呀？成年了，成年了，这里有几只这种熊？20多个，但肚子饿就出来，肚子不饿不出来。你看，肚子不够好，都在林子里面。嗯，有吃慢一点，吃慢一点。嗯，它的耳朵在哪里呀？哦，翻起来了。翻。摸在背。哎呀，不是很糙，但也不是特别柔软。这个。比起我们家的猫的手感还是差了一点，但是你是小熊猫啊，是不是啊？又来了一只，我家在。哎呀，又来一只，哎呀，那只好可爱啊，那只，那喂慢一点，让那只，哎呦，那一只也吃几口，吃几口，好吧。哎呦，那只跟这只还长得不一样呢。这么不可以喂吗？那个爪子有点近。这是有分雌的和母公的吗？都一样的，他们为什么长得不太一样？过来呀！我不吃一算，不吃惯了算。是的，你看，就让他一个人吃。你过来就不给你吃。来呀！你先别给他，你先给他吸引一下那个脏水。等他吃。你们抢抢啊抢啊，来来一只，这边你已经人生巅峰了，别来抓到。
人生巅峰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怎么那么可爱呀、啊、哇，这是卖萌第一名啊。哎呦，吃完了吃完了，难道哎，世界通用语。投的是吧？嗯，今天应该是没有的。嗯。还看到一只猫头鹰。何人呢？干嘛啊？你好。这里我是先拿着罐子去找的。你好。他都回来。你他家朋友不回来。你好。Hello。Hello。雨中那些人。根本不理我。他我们等一下就要走了，这里的动物虽然不多，但是就能很零距离的接触，我觉得还是蛮好的。哦，对了，忘记说了，这个门票是100块钱一个人，地名车是来回50块钱一个人，然后是跟小浣熊亲密接触是20块钱，摸犀牛也是20块钱，长臂猿他是自己蹭过来的，我就没付钱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离开了。哇，太阳好大，我觉得这里带小孩子来还蛮适合的，亲子游。哦，里面还有住宿和吃饭的地方。师傅，你别走，等等我啊！